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第三题，第三题他说啊，假设 AN 啊它是等差数列，而且 A3 呢加上 A98 是等于100，那么要问说 sigma n 等于1到100，那 AN 这个加起来多少？好，那我们发现到就是说这是一个等差数列，那这两个相加跟这个我们要求了，这个 sigma，这里写错了，是 K 了，不是 N 哦，他写 N 哦，可以 N 也 OK。N 从一到一百 ，A N 呢，就是 N 等于一带进去 A 一 ，N 等于二带进去 A 二 ，N 等于三带进去 A 三，好 ，N 等于四带进去 A 四，好，然后加到这个1009798。99 A100 好，接到这里对不对？好，它应该到100，那你的 A3 跟98是在这里，这两个相加它告诉你的，好，这两个相加告诉你的，那这两个相加你发现它底标呢相加是101，好，101，那你发现这两个相加呢，好，你这个往前推一格，这个往后推一格，那这样子，这两个相加跟这两个相加会相等，为什么？就是 A 三加上 A 98跟 A 二加上 A 99，这两个相加是101，这两个相加101，这两个相加会相等，为什么呢？来，你看嘛，这个 A 二呢是比A3 的前一个，前一个可以写成 A3 扣掉猪嘛，因为 A3 是等于 A2 加一个猪，加一个公差，那你前面就是比它少一个公差，所以 A2 是等于 A3 减一个公差。同样的 D99 是等于 D98 多一个公差，所以这是 A98 加一个公差，那减一个公差加一个公差不就消掉了吗？所以它是不是就跟 A3 加上 A98 一样？好，所以这两个相加跟这两个相加是不是相同？好，那同样的道理 A2 跟 A99 跟 A1 加上 A100 也会相等， A1 加上 A100 啊， A1 也是 A2 的前一个，所以它可以写成 A2 减掉一个公差，那 A100 也是 A99 的后一个，所以它也可以写成 A99 加上一个公差，那减一个公差加一个公差不就消掉了吗？所以它这两个相加，好，后面这两个相加也会等于这两个黄色的相加，那黄色的相加就等于这白色的相加嘛 ，A3 加 A98， 所以这每一组它都会等于 A3 加 A98， 包含这个也是一样，它往前面这个也会好。这个是它加一个公差，这个是它减一个公差，那合起来刚好加一个减一个一样，所以这一组也是都跟 A3 加 A98 是相等的，所以你发现到等差数列它怎么样？你把它头尾一组，再一组，再一组，它都会相等。那请问这一到一百可以分成几组啊？两个两个一组，分成几组？50组嘛。那每一组都多少钱？加起来都是100嘛，那给你都是100，所以你这个题目其实就等于，好，100乘上这个100除以2啦，就是这个100个除以2就两个两个一组，那总共这里10组，那因为每一组加起来都是100，如果这里是105，那这里前面就要写105，好，这个100是这里的，这里的，好。所以这个算出来是多少？1万除以2就是5000嘛，这样可以吗？有问题？